张静梅，干嘛呀？大半夜的。张静梅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结婚了？一起。喂，老婆。喂，老爷，我收工了。啊，下班了，那我去接你啊。哎，你别来了，我现在就在路边呢，打车很方便的，你等我啊。打车。完美。姐夫，我姐应该在呢吧？她钥匙在家呢。张静梅，你死定了。张静梅，开门。张杜帅，你别吵了。张静梅，是我。张静梅，我是龙一。龙一。张静梅。干嘛呀，大半夜的。张静美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结婚了？啊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不是在做梦吧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了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道具吗？我什么时候给你买过假的？
随便选。当然了。哇！龙太太，你可以坐下慢慢选。龙太太。龙太太，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没有。给龙太太加深点印象。龙太太，我们是小福珠宝，这是我们今年的璀璨系列。龙太太，我们是生生珠宝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清新系列。龙太太，这是我们的永恒系列。我要这个。那个经理啊，哎，咱们有没有点别的呀？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。老婆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我还是喜欢这个。这哪儿好啊？这个小可以经常戴。如果你给我买这个大的话，我挤公交的时候要戴，工作的时候要戴，洗手的时候还是要戴，不方便。如果你非要给我买这个大的话也可以，反正我也没有办法经常戴，别人也就不知道我结婚了。还是龙太太有眼光，就要这个了。那个妈，干嘛？给我戴上。这个也包起来。哎，好的。